STLV 改了一个套件的功能，在 STL 档我们如何可以快速预览？我们现在可以做到直接使用 STL View 来看，用滚轮缩放滑鼠左键去拖移方向，按0可以回到原始的地方，这样可以快速的预览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把它整合到我们的档案总管的预览里面，将会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好程式。那换一个图档来试试看。这样不错，开启的速度蛮快的。